什么？我竟然拆出了仅此一张的绝版 SSP 卡！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铁柱哥，价值30元一包的黄金版奥特曼卡片，相信大家都已经见过了吧。听说里面有新出的黄金 GP 卡，还有 SSP 卡哟。据说这两种卡片无论是从材质上还是造型上都非常值得收藏。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一盒黄金版奥特曼卡包到底有多少黄金 GP 卡和 SSP 卡。那么咱们现在就来打开看一下。哇塞，小伙伴们，第一张就给了我一张 LGR 卡，德凯奥特曼的新形态强劲型的卡片哟。看样子今天铁柱哥的手气非常不错呀，咱们接着看下一张会是谁呢？不会吧，又来一张德凯强劲型的 UR 金卡，咱们今天跟德凯非常的有缘分呀，下一张会不会是 SSP 卡的德凯呢？哇，小伙伴们，这就是黄金 GP 卡吗？实在没想到我一包就拆出来了黄金 GP 卡泰塔斯奥特曼呢。这张卡片可以说得上是泰塔斯奥特曼的颜值顶峰了呀。不过我们还没有拆到最稀有的 SSP 卡呢，咱们接着来拆吧。剩下的 SSR 卡也是黄金版本当中独占一份的奥特曼卡片哟。你们看这张飞天变身的银河奥特曼是不是特别的酷炫呢？第二包一张 L 加银卡的芝顿大怪兽，下一张会是谁呢？什么？居然是 UR 金卡的终极赛罗！这张终极赛罗我可是等了好久的呢，赶紧收藏起来。不会吧，小伙伴们，又来一张黄金 GP 卡的代码奥特曼！这黄金版的奥特曼卡片里面的好卡实在是太多了，我越来越期待 SSP 卡究竟长什么样子了。咱们接着拆第三包，一张 LGR 金卡的乌拉大怪兽，接下来会是什么卡片呢？我看一下。UR 金卡，哇，小伙伴们 ，UR 金卡的维克特利奥特曼，而且还是骑士形态的。不得不说，小伙伴们，这 UR 金卡简直是太让人喜欢了，整张卡片全部都是大经典，再加上维克特利这独特的造型，这张卡片太好看了呀。下一张卡片会不会是我心心念念的 SSP 卡呢？小伙伴们，你们看。这张卡片的造型跟上一张有很大的区别呀，该不会……哇塞，小伙伴们，终于让我拆到 SSP 卡了，而且还是我最喜欢的德凯奥特曼强壮型的 SSP 卡。这 SSP 卡采用了黄金浮雕的设计，同时还展现了德凯奥特曼两个不同的战斗姿势，这个设计简直是太好看太漂亮了，非常具有收藏价值。这黄金版里面的好卡片实在是太多了，有黄金 GP 卡、 UR 金卡，还有我最喜欢的 SSP 卡。不过小伙伴们，我听人说一张 SSP 卡就能换一整盒四周年，你们觉得值不值呀？